上次弟弟给栗子打戏，今天就被邀请去网红公司面试了。姐，我要工作。哎，你能有啥工作？现在那公司叫我向我新面试，我现在去啊。哎，姐，你看这电梯怎么这么慢？你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才12:30。哎，许晨，你们谁啊？是啊，你上次怼 C 那个视频真的是太帅了。哎，你今天是？我参加面试了。这也太早了，人家还没上班呢。太兴奋了，冲着窗户。他不是个傻子。我们公司的啥人都没有要求很高的，那个我会带你们收拾一下。给你们换上门。这么迫不及待就上手。你有挺熟练的吗？不过今天可学了不少。可以。下一步是啊，粉底吗？姐姐，它是用什么色号？哎，我看一下啊，是这个粉100。对呀，粉3啊。我可是来面试美妆博主的。开始画眉毛吧。好。哎，姐，几点了？帮我看看时间。1:10了。拿了几个电话。是啊。我期待和你做同事，这儿坐一下，负责人马上过来。平常放松啊。哟，这不是经常为难栗子的浩哥吗？人事说老板最近的优质男生就是你啊！一条视频靠运气跟蹭流量获来的数据，不会觉得自己真有这方面能力了吧？就没想到这是你的专业，还当着这么多大咖不乐意，现在来公司找气场了。大哥，他上次大戏是我叫来的，而且这些数据也不错，他的水平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对啊，他为什么把现在找到工作？这样吧，浩哥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证明上次不是运气。行，如果这条数据点赞超过10万，我签你。不行，以后别来我们公司面试。没有天赋就算了，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美妆博主。这也太欺负人。干什么？我们相信你。